民进党立委王世坚昨天是准备了鸡鸭饭与起酥蛋糕到台北看守所给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并且呼吁柯文哲勇敢面对。不过依规定，柯文哲已经无法再收外食，王世坚并没有送餐全功。我完全不是要落井下石，我反而是要告诉柯文哲，那这个斗嘴那就斗到这里为止。那么先前说的，他说要吞取棍球，或者我说是不是高空弹跳，那这些就到此为止。另外，有民众党的支持者发起宁静革命星光相伴活动，号召小草昨天晚间到台北看守所外安静集合，安静解散，陪伴柯文哲。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昨天晚间7点多也在台北看守所外参加小草发起的宁静革命活动，和小草们一起静坐，并没有发言。土城警分局在晚间9点40分举牌，警告群众行为违法。小草们也在晚间9点50分收东西，起身离开。